同學仔你哋好，我係津理學校英文科 Kenneth Team 嘅老師 Richie。咁咧大家都知道啦，英文科非常之困難啦。咁而新嘅學年咧好快又開始咯喎。咁咧大家一定要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英文科補習老師啦，同埋一啲 courses 咧係都適合翻自己去報讀嘅。咁咧嚟緊呢個短片入邊咧 ，Richie 老師想同大家去分享翻三個嘅課程嘅。嗱，首先講第一個課程啦，第一個課程咧就係一個嘅超強嘅初中英語課程，適合啲中二至中三嘅同學仔報讀嘅。咁我同阿 Kenneth 咧就會破天荒咁樣去合作。係一齊教呢一個課程嘅，咁個課程咧每一堂就會有一個鐘嘅時間啦。咁首先十五分鐘部分咧 ，Kenneth 就會以一個 video 嘅形式 ，OK， 去盡量幫大家提升英語嘅水平嘅。咁呢個部分係叫 language enhancement。咁而 Richie 老師方面咧，剩低嗰四十五分鐘咧，就會真人一個 live 嘅形式咧，去教翻大家一啲技巧，點樣應試技巧啦，點樣喺各份卷入邊咧可以攞到好嘅成績，亦都會咧重點教一啲嘅重要嘅 grammar topics 嘅。咁令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應付到學校一啲嘅小測啊，甚至乎一啲嘅考試咁樣咯。咁至於大學期間咧，阿 Sir 咧都喺英文科入邊咧讀咗一個雙主修嘅學位嘅喎，咁咧我亦都係一個寫作嘅專家啦 ，OK， 咁所以變咧就對於大家譬如一般嘅作文嘅問題啊，阿 Sir 都非常之了解。咁而speaking 方面咧，我都係一個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咁即係話大家有啲嘅什麼英文發音嘅問題啊，或者譬如話有啲嘅地方係唔知道點樣去小組討論咧，咁阿 Sir 都會教到大家啲唔同嘅 skills， 去希望大家幫手咧去升咧咁樣嘅喎 ，OK， 咁至於呢個課程嘅配套方面咧，定期都會派發一本嘅綜合練習叫做 Complex 嘅，咁都包括咗讀寫聽講呢四個範疇㗎，咁希望大家做功課咧，去大大去提升翻自己英語嘅水平，都得到一個好好嘅進步。OK， 報讀呢一個課程咧，會幫大家考試嗰度得到好嘅成績啦。咁但係除咗呢樣之外，大家記住啦，中二、中三嘅同學仔咧一定要打好根基。為咗去準備我哋嚟緊中四至中六嘅 DSE 嘅課程嘅，咁啊同一時間咧，阿 Sir 都希望大家會愛上英文科。OK， 咁至於高中嘅同學仔咧，嚟緊阿 Sir 有個 course 叫做英語基礎班，咁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翻啦。咁適合課啲同學仔，可能嗰個英語水平方面就唔係太好，或者考慮個成績都未如理想嘅同學報讀嘅。咁不論你今年係中四啦、中五啦，甚至乎中六咧，其實都啱去報讀嘅。咁首先呢個課程有幾個特點嘅，第一個就係咧阿 Sir 咧都希望堅持教翻全 live 嘅班啦。咁你大家都知道，想 live 翻嗰陣時係提升到大家啲學習嘅推動力啊，同埋嗰個學習氣氛都會好好嘅。咁而第二方面咧，阿 Sir 都幫大家去親自咁樣去改翻啲作文啦。咁至於 oral 方面啦，都對於大部分台仔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嘅難嘅一個關口啦。咁但係就亦都安排翻啲外籍老師幫大家練翻 oral 呢一個考試嘅。咁至於配套方面咧，係啦，咁阿 Sir 都會幫大家去安排咗啲好嘅內容噶。咁首先咧會有一個 news review 嘅reading 嘅練習啦，同埋一啲閱讀理解咧，連埋題解俾大家參考翻啦。咁而第二樣就係一個 complex 嘅綜合練習，讀寫聽講呢四份卷咧都咧cover 到噶啦。咁而最尾都會定期派翻一啲 mock 卷，譬如 papers 咧 1-4 咧都會定期派翻啲 mock 卷咧俾大家去參考，去好好去預備 DSE 呢個考試嘅。咁講咗咁耐，我諗大家同學仔咧都有興趣想留意翻，阿 Sir 講喺四份卷入邊咧，教學模式係點樣啊？或者筆記有啲咩重點咧，係提供俾到大家嘅喎。咁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只需要咧去翻我哋津理網站啦，去 click 翻入阿 Sir 自己個人嘅 course 欄入邊咧，咁所有嘅資訊啊細節咧，就大家就可以見到曬咁樣噶，亦都可以咧好清楚咁去瞭解翻嘅。咁至於第三個課程嚟講咧，阿 Sir 想同大家講翻咧，就係一個 IELTS 嘅課程喎。咁其中呢一個課程最大特色咧，就係咧今年咧阿 Sir 亦都會推出翻一個嘅七分保證嘅計劃啦。咁其實呢一個課程咧個口碑都係非常之好嘅，我哋教咗啲課程都有幾年㗎啦。咁咧當中咧都幫咗不同嘅同學仔咧係攞到一啲好嘅成績，例如七分啊、八分啊咁樣嘅。咁點解做到呢件事咧？就係因為咧小班教學。咁我相信咧小班教學咧先至可以真正咧去照顧到你哋學習嘅需要嘅喎。OK， 咁所以變咗就呢一個班嚟講，其實每一次開班咧個學位都非常之有限，其實可以得20個學位嘅啫。咁希望但係如果嚟緊會考 IELTS 嘅同學仔咧，要把握時間快啲去報名啦。OK， 咁睇一睇個時間先，而家咧都係時間要差唔多走啦，因為我要上堂喎。咁我哋有咩嘅上堂，我哋再傾啦，拜拜。